还是什么名气。我那会儿真的是真的是高点，这个包容我跟你说，这个节目组可以选选四个包儿哦，天天把他这么嘴叼住的啊。那个儿子真的是高点，我看了他从小我儿子从小啥，我从小可以教他变得高点，从小是从小我儿子就反正可以疯了，我抬头看把平米，我和你抬平米就说，在这上面就可以打雷。啊，他们那个车够的，你这要走啊？有他们管的嘛？认不了的就有，认不清咋的吧？这个，他带兵的吃的。谁认识的？天，来到我身。真的，真的认识的。Thank you.